咱个抓着第一阵哦，就是八代把妖精落来，朱老师跟着咱教官因阿阿婆，伊第一代把的阵哦，伊运动了，我感觉是一流的，足好诶。要赢的人哦，肯定无啊。大家掌声甲鼓励一下，感谢朱老师，咱个教官，那朱太太。三位来表演，谢谢谢谢。这首叫做《快乐的小母鸡》，咱较早少年囡仔时代，都是在那种三合院的环境下长大的。那我们这一支这个曲子有很多那个鸡叫、鸭叫，还有牛叫，啊，大家听听看。什么声音啊？听听看这是什么声音啊？